上把王战士，这把王穿甲。对面这把脆皮比较多，穿甲穿起来，好像看到我了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有点不好搞这样子。不行，这种莉莉亚得第一波一定要弄他。这把我没带征服者，这种莉莉亚这一级不弄他的话，之后就不好杀他了。保护中粮，感觉我可以顶个扫描进去搞他。兄弟姐妹们，和我并肩作战吧！A 一枪 ，A， 先退一下。为父王，视死如归，就在今天。刚才不能往队友的方向去，主要是那两个人在我脸上，往队友的方向去，还没到队友脸上，我就被他两个点死了。消除普攻，这寒冰的普攻还有减速的。浪费了点时间，不过对面下路亏了，他们亏了一波线。这莉莉亚可能进我们野区了，他甚至可能都升三了。我这耽误了挺多时间的。直接双残技，来慢了，就是被骚扰的那一枪。他去上了，那就不着急，反正也先把 F 六刷了。这一般人看到 F 六没了，他会下意识的以为这个石头人也没了。变相的可以保护到石头人。打完迅捷蟹去 F6 看一下。击垮敌军。正常来讲，他这会儿在打。我刚刚做了一个。先把大坤收了。没视野，他要进草，他不甘心了。打不视野，那被动断了，这一 Q 他死不了，被他被动烧死了。他被动，我刚才300血，他打了我295，不过也没关系，这把要进攻性打的强一点，直接买小刀啊。
他往下走了。要进我野区吗？谁敢违抗我的意志？下路可以过来包一下，应该是进来了。他没闪现的，他去 F6A 了个视野，好像又没进来。不过线有点多，可以补一下。我们的使命就是立发个魂，一打他杀你的反应不用那么大、啊。然后就上路蹭优势了，我们上路崩了，所以打完一个从立马走，上路崩了就千万不能去了，因为上路英雄的话数值都比较高啊，去了很容易买一送一。他搁着吃我们剩饭呢，给他打，我们不着急。反正上半区没资源了，他迟早要回下半区的，他蓝刷了。我们在他 F6 丢了一个针眼。不知道那个右边那个草有没有眼，有眼的话看到我们。击垮敌军，其实按道来讲他该来了，一个跳弹回去，这边等一下，直接 AEQN。他控制生效在二，控制抵消，然后圈养在里面，让那小坑挡一下，让那飞镖减点伤害再 EQ 他，让阿雷杀掉他，看到没有？直接给他伤害减半了。刚才如果要是吃到全额伤害的镖，我们就死了。用这个大鸟隔挡一下他的伤害，他应急还有伤害加成呢。给我找些更强的敌人。是吧，稳一点吧，直接杀人剑，主要是节奏比较好。日防一防，家贼难防呐、啊。不对，他好像在帮我们刷野，我误会他了，谢谢，你是个好人。劫不见了，这论文越他，我们去帮他一下，他来帮我们刷野，必须得来帮他一下。没事，他杀不了人，我来帮他杀这把，他推不了线，我来帮他推，他拆不了塔，我来帮他拆，这就是打野。这莉莉亚看到我们在上露头，她往下走，立马避回下半区了。
永世长存。这种线第一时间推过去不亏的，看到没？第二波都被塔吃了，他反而还赚了，他可能甚至还要跟我们说一声谢谢。一二宽度再刷寒冰，两个闪现，一线减速，巨龙撞击，再杀卡尔玛一波，想逃。双方线上死了，只要没有 T 啊，这种线正常卡住的线，你可以第一时间推进去，一定要第一时间推进去就可以了，反而会让对面线上少吃这样的。别靠太近，你就推了吧，我们上塔快爆了。开始享受鲜花掌声，啊，我们先猜的吗？可以，好极限啊，我们猜完之后我们上塔就丢了，直接来个亵渎。坏了，这拉夫值钱了呀。兄弟姐妹们，和我并肩作战吧。方里这莉莉啊，想跟我们打只能来上路蹭优势了。你们觉得这把能赢吗？打个红蓝，这莉莉亚应该要来了，先弄一波下路，一个二框就一龙两顺，这边中野不见了。不是也在 Q 他，这样就不会让他第一时间二我们落地再 A 一下他就死了，看到没？一定要进草再回马枪，这波细节决定成败啊，全是细节这波。坏了，哎呦完全坏，还想往右边 Q 给你慢慢 Q 去吧，爷爷走了。甚至我还要吃个 F6 啊，坏了，给你慢慢 Q 去吧，噎走了。我甚至还要再吃个 F6， 主要是我看他们下路双人组来了，刚才 Q 过去感觉会死，装备新虫，我猿狐还差个一波，被偷了一组野，靠！去刷波线吧，
现在钱够了。猿狐一出，开始杀猪。不是你野区都崩了，你凭什么出水银鞋子，莉莉啊？什么意思？啊？你这有点不礼貌了呀！六王在下，那我们直接在上面取，这波随便弄。为了父王，全是一些脆皮。先杀个杰，再杀莉莉。一个巨龙撞击，干嘛？要调皮是吧？是不是皮痒了？战斗之心，看没狼，我带好大满了，二血族 A 双杀，直接 EQ 闪，高手啊 ！EQ 先拉开，路人过来了，你这一下把卡玛秒四杀了。别搞了，我没技能。把塔再卸一下。他预判了我的 EQ 闪，他预判了我的预判。上车喽，拜拜。等一下，破了，没血了，这不，这样只能创一下下个塔就好了，差点钱。我还差个300呀，找对面借一下。这边有没眼，有眼我可能会死，应该没眼。摸一摸300多，再杀一个我大就好了。等一些莉莉亚先给他秒，再杀这个杰我大好了。 W 呢，来个跑个快，这 EQ 大招扣住，先减速，这 EQ 确定他的位置 A 亵渎，这 A 一下，还好没大，不然这么搞，哎，可以。他生气了，他一闪 W 没办法，这波操作拉满了。这个钱刚刚好，直接来个 CD 血吧，不卡装备了。这种局的话肯定要冷却快点，杀得快一点。保护中粮。
放肆啊，你有点嚣张了。英雄 counter 也不是你这么打的，好像装备也不赖，我们四件他三件半。主要他这英雄克我们了，他这波要是有大还真不好讲。先拿下巴龙，这一颗他两个大团体，这一颗别怂啊，你玩个刺客怂了你就失去了你的最强的装备了，失去你的勇气了，玩刺客是不能怂的。没什么状态了，吃个果子。哎，站一起那更好了，等你两个站一起吧，快到碗里来。能二多人尽量二多人，我们二是 AOE 的。这波先杀莉莉亚，这闪现多，最后一套技能直接 EQ。 二血多 A，一定要二的空中疯狂点他，这样的话空中就能拍他这一刀，先锁他人就可以了。然后二完马上接闪，这样的话就没有二的前腰，这二是瞬发的，所以你们看我这个二速度非常快啊，并且我空中能拍一下，就这么个原因。这边的话没护甲。我们现在穿甲打对面够了，来个焚天一刀秒。这都是玩了一万把以上的皇子才知道的细节，我今天把它告诉你们，你们也等于玩了一万把。你自己玩摸索，没有玩一万把以上，你是不知道这些细节的。你想干嘛？哎，在啊！本来顺带摸一下这个杰，这个快手直接一球穿两个，天崩地裂。没有数值，全是操作。和我并肩过战吧！出来啊！算了，拆了吧。拿下拿下，这都快十一点了，今天比赛应该打完了吧，我看人变多起来了。 Crazy， 我这一个人比四个队友加起来伤害还高啊，对面也是这绿王伤害最高，跟他四个队友也差不多，三个队友了。